姑娘，你怎么就把人给带回来了呢？这不知根不知底的，万一是个坏人，那我们不就倒霉了吗？他不是坏人，你不是看过他的刊盒了吗？他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人也有可能是坏人啊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就当是为秀山积一些福德吧。你醒了。仙女姐姐，你又胡说，要不是看你年纪小，我就报官把你当登徒子抓起来。我没死。这人真奇怪，怎么跟很失望一样。姐姐不该救我，我本就是救死之人。去倒杯热水来。好。我呢，进过大牢，入过行院，现在跟自己的亲生儿子骨肉分离，可我都还好好的活着。你年纪轻轻的，不要总把死字挂在嘴边。来，喝点热水。我说你寒气入体，伤了肺腑，需要好好的静养一段时间。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可以留在我这儿养病。不行，那会影响姐姐的闺女。我本就是求死之人，万万不能害了姐姐。我早就没什么闺女可言了，放心吧，你就在我这儿踏实养病。伞下的脸，仿佛一场秋少年。光里的灯火变，断断续续在浮现，好想回到从前，醉了我倒在水边。大奶奶，潺潺又绵绵。魏先生，你没事吧？魏先生，读的书多，懂得道理多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做人那么难？做人本来就是这世上最难的事情。先生也知道吗？是啊，难，非常难。那就没法子。或许有个法子可以让日子没那么难。大奶奶请过来。